많이 쓰이는 관용어 하나를 배워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따오즈쥐, 떠우푸신, 글자 그대로이죠? 입은 칼인데 마음은 두부다. 말은 날카롭게 해도, 상대방 상처주는 말을 해도 마음은 그렇지 않다. 마음은 두부처럼 부드럽다. 중국어로 읽어볼까요? 形容, 人说话尖刻, 但心肠很软弱. 尖刻, 상처 주고 야박한 거죠. 말은 상처를 주고 야박하게 하지만 마음은 참 약하다. 회화체에서 굉장히 많이 쓰이는 관용어인데요. 드라마 대사 6개로 배워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각각 원본 2번씩, 해석, 자막 달린 영상으로 2번씩 본 후에 6번씩 반복해서 외워볼 텐데요. 듣기를 연습하실 분은 정상 속도로, 말하기를 연습하실 분은 0.75배속으로 해놓고 큰 소리로 따라 하시면 되겠습니다. 可是爸，这件事情这么多年，我妈从来没跟我提起过。你妈的脾气你应该知道，她好强的一辈子，刀子嘴都不信。可是爸，这些事情这么多年，我妈从来没给我提起过呀。 하지만 아빠, 그런 일들을 이렇게 여러 해 동안 엄마는 한 번도 나한테 언급한 적이 없었어요. 你妈的脾气你应该知道，她好强了一辈子，刀子嘴豆腐心。 너희 엄마 성격을 네가 모르는 것도 아니지 않느냐. 엄마는 한평생 남한테 지기 싫어하고 약한 모습 보이기 싫어했던 사람이다. 말은 늘 남에게 상처를 주고 험하게 하지만 마음은 참 연한 사람이다. 可是爸，这件事情这么多年，我妈从来没跟我提起过。你妈的脾气你应该知道，她好强的一辈子，刀子嘴都不信。可是爸，这件事情这么多年，我妈从来没跟我提起过。你妈的脾气你应该知道，她好强的一辈子，刀子嘴都不信。爸。 他对我真的很好，他这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话虽然不好听，但是他真的很会照顾人。爸，他对我真的很好，他这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话虽然不好听，但是他真的很会照顾人。爸，他对我真的很好，他这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嘴上说话虽然不好听，但是他真的很会照顾人。 아빠, 그는 저한테 정말 잘해줘요. 그 사람이 그저 말은 좀 날카롭게 하지만 실제로 마음은 그렇지 않아요. 말을 듣기 좋게 안 해서 그렇지 정말 사람을 잘 보살펴줘요. 爸，他对我真的很好。他这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话虽然不好听。 但是他真的很会照顾人，爸。他对我真的很好，他这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话虽然不好听，但是他真的很会照顾人。哎，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大好人。啊？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表面上看上去很冷漠，但其实内心还是很替猫咪着想的，对不对？ 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大好人，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表面上看上去很冷漠，但其实内心还是很替猫咪着想的，对不对？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大好人，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表面上看上去很冷漠，但其实内心还是很替猫咪着想的，对不对？ 내가 발견했는데 당신 정말 좋은 사람이다. 말만 그렇게 날카롭게 한다. 겉으로 보기에는 아주 사람이 냉담한 것 같은데 사실 속마음으로는 고양이를 참 챙겨준다. 그렇지? 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大好人。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表面上看上去很冷漠。但其实内心还是很
你真的是一个大好人，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表面上看上去很冷漠，但其实内心还是很替猫咪着想的，对不对？你妈也是为你好，你妈你还不了解吗？刀子嘴豆腐心，她刚才说你考不上大学，嘴上那么说，其实呢，心里是担心你。你妈也是为你好，你妈你还不了解吗？刀子嘴豆腐心。 他刚才说你考不上大学，嘴上那么说，其实呢，心里是担心你。你妈也是为你好，你妈你还不了解吗？刀子嘴豆腐心，他刚才说你考不上大学，嘴上那么说，其实呢，心里一直担心你。 너희 엄마도 다 너 잘 되라고 그러는 거지. 너희 엄마를 네가 모르냐? 말만 그렇게 야박하게 한다. 마음은 그렇지 않다. 엄마가 조금 전에 너 대학 못 붙을 거라고 말했지만 입으로 그렇게 얘기하는 거지. 사실은 마음속으로는 계속 너를 걱정해왔다. 你妈也是为你好，你妈你还不了解吗？刀子嘴豆腐心，他刚才说你考不上大学，嘴上那么说，其实呢，心里是担心你。你妈也是为你好，你妈你还不了解吗？ 刀子嘴豆腐心，他刚才说你考不上大学，嘴上那么说，其实呢，心里是担心你。刚才他怎么跟我讲话，你也听到了，那是女儿跟母亲说话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似的，直接就扎我心脏上了。他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刚才他怎么跟我讲话，你也听到了，那是女儿跟母亲说话吗？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似的，直接就扎我心脏上了。他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刚才他怎么跟我讲话，你也听到了。那是女儿跟母亲说话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似的，直接就扎我心脏上了。조금 전에 걔가 나한테 어떻게 말하는지 너도 들었지 않느냐? 그게 딸이 엄마한테 말하는 거냐? 걔가 말하는 한마디 한마디가 다 비수처럼 바로 내 심장을 찌른다. 타야 就是 刀子嘴 豆腐心. 걔는 말만 그렇게 해요. 마음은 그렇지 않아요. 刚才他怎么跟我讲话，你也听到了。那是女儿跟母亲说话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似的，直接就扎我心脏上了。 他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刚才他怎么跟我讲话，你也听到了。那是女儿跟母亲说话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似的，直接就扎我心脏上了。他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可是，奶奶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是她的孙女儿啊。奶奶其实不是讨厌你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奶奶的脾气。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可是，奶奶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是他的孙女儿啊。奶奶其实不是讨厌你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奶奶的脾气。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可是，奶奶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是他的孙女儿啊。 근데 할머니는 왜 이렇게 나를 싫어하시지? 나는 할머니 손녀잖아. 奶奶其实不是讨厌你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奶奶的脾气，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할머니가 사실은 널 싫어하시는 게 아니야. 너도 할머니 성격을 모르는 게 아니잖아. 그저 말을 야박하게 하시는 거야. 마음은 그렇지 않으셔. 可是，奶奶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是她的孙女儿啊。奶奶其实不是讨厌你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奶奶的脾气，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可是，奶奶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是她的孙女儿啊。奶奶其实不是讨厌你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奶奶的脾气，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可是爸，这件事情这么多年，我妈从来没跟我提起过。你妈的脾气你应该知道，她好强的一辈子，刀子嘴豆腐心。
可是爸，这件事情这么多年，我妈从来没跟我提起过。你妈的脾气你应该知道，她好强的一辈子，刀子嘴都不信。可是爸，这件事情这么多年，我妈从来没跟我提起过。你妈的脾气你应该知道。他好强的一辈子，刀子嘴都不信。可是爸，这件事情这么多年，我妈从来没跟我提起过。你妈的脾气你应该知道，他好强的一辈子，刀子嘴都不信。可是爸，这件事情这么多年，我妈从来没跟我提起过。你妈的脾气你应该知道，他好强的一辈子，刀子嘴都不信。爸，他对我真的很好，他这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话虽然不好听，但是他真的很会照顾人。爸，他对我真的很好，他这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话虽然不好听，但是他真的很会照顾人。爸，他对我真的很好，他这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话虽然不好听，但是他真的很会照顾人。爸，他对我真的很好，他这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话虽然不好听，但是他真的很会照顾人。爸，他对我真的很好，他这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话虽然不好听，但是他真的很会照顾人。爸，他对我真的很好，他这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话虽然不好听，但是他真的很会照顾人。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大好人、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表面上看上去很冷漠，但其实内心还是很替猫咪着想的，对不对？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大好人、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表面上看上去很冷漠，但其实内心还是很替猫咪着想的，对不对？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大好人、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表面上看上去很冷漠，但其实内心还是很替猫咪着想的，对不对？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大好人、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表面上看上去很冷漠，但其实内心还是很替猫咪着想的，对不对？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大好人、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表面上看上去很冷漠，但其实内心还是很替猫咪着想的，对不对？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大好人、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表面上看上去很冷漠，但其实内心还是很替猫咪着想的，对不对？你妈也是为你好，你妈你还不了解吗？刀子嘴豆腐心，她刚才说你考不上大学，嘴上那么说，其实呢，心里是担心你。你妈也是为你好，你妈你还不了解吗？刀子嘴豆腐心，她刚才说你考不上大学，嘴上那么说，其实呢，心里是担心你。你妈也是为你好，你妈你还不了解吗？刀子嘴豆腐心，她刚才说你考不上大学，嘴上那么说，其实呢，心里是担心你。你妈也是为你好，你妈你还不了解吗？刀子嘴豆腐心，她刚才说你考不上大学，嘴上那么说，其实呢，心里是担心你。你妈也是为你好，你妈你还不了解吗？刀子嘴豆腐心，她刚才说你考不上大学，嘴上那么说，其实呢，心里是担心你。你妈也是为你好，你妈你还不了解吗？刀子嘴豆腐心，她刚才说你考不上大学，嘴上那么说，其实呢，心里是担心你。刚才她怎么跟我讲话你也听到了，那是女儿跟母亲说话吗？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似的，直接就扎我心脏上了。他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刚才他怎么跟我讲话，你也听到了，那是女儿跟母亲说话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似的，直接就扎我心脏上了。他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刚才他怎么跟我讲话，你也听到了，那是女儿跟母亲说话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似的，直接就扎我心脏上了。他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刚才他怎么跟我讲话，你也听到了，那是女儿跟母亲说话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似的，直接就扎我心脏上了。他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刚才他怎么跟我讲话，你也听到了，那是女儿跟母亲说话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似的，直接就扎我心脏上了。他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刚才他怎么跟我讲话，你也听到了，那是女儿跟母亲说话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似的，直接就扎我心脏上了。他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可是奶奶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是她的孙女儿啊。奶奶其实不是讨厌你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奶奶的脾气，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可是奶奶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是她的孙女儿啊。奶奶其实不是讨厌你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奶奶的脾气，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可是奶奶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是她的孙女儿啊。奶奶其实不是讨厌你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奶奶的脾气，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可是奶奶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是她的孙女儿啊。奶奶其实不是讨厌你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奶奶的脾气，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可是奶奶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是她的孙女儿啊。奶奶其实不是讨厌你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奶奶的脾气，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可是奶奶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是她的孙女儿啊。奶奶其实不是讨厌你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奶奶的脾气，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